Hello， 大家又翻到嚟咧，绝对还能 D N。今次咧就继续打呢一个嘅龙道馆啦。上集讲到咧，我哋咧要揾一个嘅队友嘅。咁我决定咗咧就每一个都玩下啦，系啦。咁啊呢个 save 就唔 save 嘅。好，咁我哋首先咧，不如就揾一个男嘅先啦。不如有冇男嘅呢度？系咪得上面嗰个呀？其实属性上呢几个人咧都唔话特别劲嘅啫。我冇记错呢、這个好似唔打得嘅，我冇记错呢、這个唔系打嘅，系啦呢个咩小瑶，你而家打一场赢咗，俾一个秘技你，咁呢个就唔系打，唔系队友嚟啦。好，我哋揀咗呢一个先啦，不如阿元，你都系训练师啊？你个名呢？哦，我咧卢卡利奥咧正喺度挑战紧呢个道馆，你要唔要成为我队友 ？OK， 成为我战力啦。事不言迟啦，我同佢咧先去到道馆，我哋喺道馆等你啦。OK， 睇我表演。其实会不会趁翻水系嘅训练卡好似会好啲嘅？如果咁样嘅话，我哋嚟啦。好，点啊？要用三日精灵四人战，所以要存放好。依吹用嘅传说精灵龙啊，轻微嘅攻击咧对佢冇害，但系咧龙系咧对我嘅兵系。果然喺呢度，我就知道你喺附近啊。你挑战道馆啊？唔系，我嚟揾你噶，唔通你唔记得咗啊？我要拜托你小人嘅情报嚟联系我啊嘛。好似系有呢回事喎。我就知道咧，好难主动联系我咁啊，等我主动揾你啦。咁你点知道我位置啊？哎呀，呢个好简单啫，我喺你手机嗰度咧有 GPS， 所以就揾到你咯。啊，唔使担心，我系咧好尊重咧啲私人嘅嗰啲咩咧窃听咩窃听嗰啲啊，针孔嗰啲啊，我系唔会放喺人哋嘅手机度。好啦，我都唔会咧白做事，俾啲报酬你先。火珠啊，可唔可以话俾我听啊？试下呢度话俾你听先。哦，原来系咁啊！喇叭牙烧焦塔啊，周围咧努力咧变强啊，话修行，唔通要向板木证明自己？但系最重要都唔系呢个，单靠一个冇办法改变未来，必须揾到佢。我先走先啦，以后都会联络你嘅。OK， 三打三啊嘛，咁我记住呢个规则，下次咧准备我三打三咧，我就开始啦。咦，呢度都有过喎，系上次都唔记得咗。咁我最强嘅重应该就系呢只嘅。应该系怪力个啦，咪有招冰技啦，同埋呢一个嘅呢度啦，三只水系应该冇问题啩？一只水，一只水啊，唔系两只水，一只水草 ，OK 啊，冇问题啊。好嚟啦，我唔系玩呢啲嘢啊 ，OK 嘅 ，OK 都几孝路嘅呢个，其实都你唔识玩咧，好容易出事嘅呢度。跟住点啊？上去转过去。再转，再落去，再转，再转，再转，再过去，啊，系啦 ，OK， 再嚟呢度转，再转，再过，再转，再上，再上，再上，再过，再过，转身上，再上 ，OK， 到嚟啦呢度，呢度我哋又唔 save 啊，因为惊 save 咗咧就玩唔到其他嘅训练架，测试唔到俾大家，好，我哋嚟啦。终于嚟啦！我已经准备好啦，你向咧馆主伊吹讲下咧，即刻可以开始啦。OK， 我已经准备好啦，可以开始啦。伊吹馆主开始前咧，循例咧自我介绍下。伊吹馆主最中意用嘅龙系精灵，睇嚟咧准备好咧，已经挑战我嘅准备啦。所以我都必须攞出咧馆主嘅态度嚟接受你嘅挑战。我对道馆规则咧就是4打4啊，二打二，每个人只能带一三只精灵。礼香你过嚟，我明白啦。伊吹大人呢场咧，我会好好尽量进行配合嘅。咁依家去开始啦，道馆挑战赛 battle 开始，我嚟睇下啦，双人双打啊呢一个四伤啊呢个系绝对还能嘅四伤，虽然话四伤打到 NPC， 哇系喎，似龙王嚟喎 ，Oh no， 对唔住啊队友，放咗个好嘢俾佢添，而家最快一定系似龙王，因为似龙王佢系加速嘅，呢度我先降低佢速度就有用压制啦。阿龙波应该打我噶啦，因为佢唔会打呢一个卢卡利奥嘅港系嘅，所以必定系打我。马俾佢打唔中，好可惜。高压水泵，好，继续打我啦。咁我压制落去，打唔打死？打唔死都中唔到马俾。打得死卢卡利奥，会否太劲？呢条冲浪会冲死埋佢咧？试下啦，冲死埋，试下冲死埋佢。哇，真系死咗，咁渣噶你卢卡利奥！劲少少 OK， 好唔掂喎。催眠术其实都有用嘅，我哋唔要水之波动啊，因为呢一招嘅高音咧几符合牛蛙棍嘅，因为特攻向啦。
好，而家高音呢招技咧，双打嚟讲都几劲啊，正好出咗招高音 ，very good。睇下扣得几多先，我都好多下啦。OK， 哇，有雷技喎，靓仔，催眠中 ，very good 啊，哇，冰拳啊，真系 OK OK。呢度就再用高音，哦，佢会再用冰拳，真系，哇，结冰，但系佢即刻解咗。呢度再用高音，足流 ，OK， 哇，争啲死，烧伤咗，喂，你冇晒精灵啦，唔快，闪电，喂，未死，再一下，好，拖死埋两只，拖死埋一只先。呢度再用河童河龙啊 ，OK。呢度一嚟个 fake out 先啦 ，fake out 呢个系上集扑嘅，好扣得少少都 OK。呢度再用自然力量，自然力量会出啲咩技咧？三角攻击打埋得死嘅，未必打得死嘅，真系。呢度我哋再用自然力量啦，冇得拣。诶，我先啊，因为先制之爪触发咗，诶、欸、赢到啊 ，very good。即使一并唔系完美嘅配合啊，都可以感受到咧精灵训练员咧协调性啊，呢个道馆馆主最希望见到嘅。我依吹咧承认你哋嘅实力啊，呢个系你哋通过咗依吹考验嘅证明。星龙废将呢个都攞去啦，特工嚟嘅，里面嘅龙之波动，所谓波动咧就系远程攻击，反正咧拥有好强好暴力就系啦，唔想要啊都唔使勉强收嘅。呢个道馆后面有个叫龙穴嘅地方，只有攞到个徽章嘅训练师先可以进入。如果有兴趣嘅话咧，可以去里面睇睇。嗰、那个长老咧系阿爷嚟嘅，你得到阿爷嘅认可嘅话咧，话唔定俾啲咩有用嘅你嘅。终于赢啦！作为呢场纪念咧，呢只啱啱孵化送俾你啦。迷之精灵、哦，如果使用得当咧，佢一个好强大嘅精灵。乜嘢迷之啊？哇！加特工减物工，哇！你放啲垃圾俾我，放啲垃圾俾我，唔系好对路啊嘛。好，咁我哋试下另一个训练家会唔会送其他嘅蛋俾我哋啦。呢度商店入面嗰个应该系都系打交嘅呢个，哇！但系呢个肯定输紧，准备挑战麦可大人，而家想邀请你，唔知你意下如何 ？OK OK， 快啲准备，定佢带住只咁嘅吸诶，带住只咁嘅念力土啊，掂唔掂啊？麦可啊，我觉得有啲唔对路啊，唔对劲啊。好啊，又唔记得咗要收咩？呢度佢俾个火珠俾我，跟住我就可以唔话俾佢听啦，不话俾佢听。出嚟见个咁口眼无知嘅人啫，吓、啊，入边有粒火珠俾我，但系依然唔话俾佢听。虽然唔知道呢一个有啲咩特别啦，即系拣唔同嘅分支会有啲咩特别唔同咯，但系都几有趣咁样。OK， 好啦，我哋就睇下呢一次会唔会个苦战啦，因为头先同波道之勇者嘅啊叫咩名啊，佢叫做。唔知叫咩名，唔记得咗叫咩名啦，已经吓太老人啦佢。好，阿远系咪叫阿远啊？叫做，等阵先，呢度过去呢度转上去，转过嚟，哎，揿错掣，咁样转过嚟，再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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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转转，哎，揿错，呢度转过嚟，转转过嚟先，转。跟住再转再上再上 ，OK 到啦。好，我哋嚟睇下佢掂唔掂啊？呢、這、一个嘅角色，我哋照旧咁样摆头嘅。嗱，佢出个念力土啊嘛，非常之危险啊！呢、這个情况，一个冲浪就死啊！所以呢一度我觉得好大机会会打佢嘅。呢度先用压制咗只赤龙王先，龙波唔会系打我啩？乜又系打我？光壁，哇！催眠醒啊，兄弟醒！龙波又系打我，真系。反射盾，喂双盾啊，系咪死咗啦？佢高压水泵应该死咗咯，或者未死啦，系啦未死。如果呢度未死嘅话，其实都算劲嘅，念力土豪，因为佢开咗场咧，好多嘢都顶到。咁我哋先杀牛蛙君啦，既然系咁，佢系咁，哎，仲谂住佢系咁打，我点知出逐流？哇，大地之力喎、啊，竟然系火爆喉，我觉得火爆都危险。龙之波动，好啦，终于醒啦，牛蛙君，诶、欸，麻痹，交叉切，应该死嘅呢下可以，啊，打死，高压水泵，唔使惊，我嚟救，我又有次龙王，唔使惊，我嚟救你，呢度压制打牛蛙君，哇，闪电啊，好，高音又唔掉啲水之波动，美纳先，嗯，照用高音先啦呢度，逐流，
死啦火把喉。啊，没有命中交叉铁。诶，呢只水系，呢只水系嘅话，咁我哋照用高音啦。哇，呢只龙虾啊，龙虾麻痹咗，龙虾麻痹埋，士刀爆击，系咪爆咗啊？冇爆到，但系都够佢快，应该只虾古龙应该快过我。神速，好，鲤鱼龙照用高音啦，我呢度。哇，龙武有啲危险，虽然都 OK 嘅应该 ，OK， 都系照赢啊，因为牛蛙军太强啦，实在。即使唔系完美配合咧，个协调性呢个系见到嘅。好，我哋睇下佢送啲咩精灵俾我。好，我麦可大系冇错啊，你系啊，作为配合麦可大嘅姐，你啱啱孵化精灵交俾你啦，好好照顾佢啊。大冲鸭啊，精神力。应该冇咩特别啦，哎，佢大长冲啊，不过好老实讲啊，长冲都普普通通啦，唔算话好劲嘅。好，咁我哋再试多一个啦，喺度试多一个嘅训练加塔点样啦？我哋今次不如试下水系啦，同埋我哋就挤埋啲精灵入去先，费事每次都抌入去啦。咁讲嘅话，应该系因为有我喺度，所以先赢到啊，系啦，因为有我在啊，要不是我，你们早就完蛋了啦，师傅先喺度。好，顺便入埋去 check 下佢，阿小蓝系咪出嚟先？阿小蓝出嚟，好，咁我呢度召禁诶俾佢啦，话俾佢听啦，冇所谓啦，跟住呢度 save 低 ，OK， 今次我哋就拣个水系，有冇水喺度？有，波加曼，小光，啊，好耐冇见啦，啱啱见到咧小辉，佢哋已经咧同呢个队长咧，啊唔系队友咧打咗呢一个嘅管主，变得好犀利。我同波加曼要加油啦，有冇兴趣做我队友啊 ？OK OK， 咁我愉快开始，我哋准备先一齐汇合啦，阵间唔好迟到。好，依家即刻到啦。好，呢度转过去，呢度上去转上去转过去，哎，呢度再落一格，转。转过去 ，OK， 呢度转过去，上，转上 ，OK， 到，好嚟啦，水系，大家都系差唔多都系水系啊，哇，55咧元企我啊，系啦，都有啲犀利啊，我哋打牛蛙军啦，因为佢应该唔会用水技啊喺呢度，我谂，牛蛙军啊，唔系佢竟然打只。元气我，哇草成杰，你屈咗啲喎咁样，你会唔会太劲啊？跟住我哋打次龙王啊，因为佢对只波加曼有威胁，而波加曼呢一弯都未死住，哇仲有大树果添，龙武召用草成杰，我喺呢度用冲浪啦，一次过冲晒，诶换走虾古龙，睇下扣佢哋几多先，都多嘅，啊波加曼，喂！唔好意思，打动咗呢一只碟。哎呀，火岩鼠。呢度我哋虾古龙啦，抗水果，电律鼠 OK 啦，系嘛？应该唔会输啩？呢度压制住嘢。喂，哦，唔够快，都系我一个人打 ，OK， 都系我一个人打 ，OK， 睇我表演。呢度。我哋先压制一只潮王先，令到佢麻痹先。系佢有雷技条友，得诶、欸、解麻痹高音。OK， 呢度撞高音，好、哦、自我再生啊！高音唔紧要啊，我哋仲有机会吸取。哇，佢招冰技啊 ！OK， 都赢到嘅系啊，因为靠住牛蛙军太强势啊，牛蛙军好。我哋睇埋小光送啲咩俾我呢？咁今集时间嚟到呢度先，下集我哋就打埋另外两个，睇下咧有啲咩特别噶，同埋都唔知会唔会系同样嘅精灵。如果大家揀咗同即系同我相同嘅队友而出嚟嘅精灵有唔同咧，可以留言话翻俾我听啦。比超电器猪一定机率使接触自己嘅对手麻痹，其实都几劲嘅，但系可惜嘅系佢唔系俾水系我，而系俾草系，唔系而系俾雷系俾我。咁啊，雷其实雷虫都好适合入水队嘅，系好老实讲，咩雷伊贝啊，或者有边啲雷系特别出名入到水队呢？
卡布啊，或者系诶唔讲卡布啦，讲依家现今世代嗰啲应该最适合入水队嘅，我谂都系雷伊贝噶啦。除咗雷伊贝之外，可能仲有嘅就会系好似一时之间谂唔到吓，一时之间谂唔到有啲咩雷系入水队会系好嘅。OK， 咁啊，今集时间嚟到呢度先，我哋下集咧打埋另外两个嘅队友剧情，睇下佢会送啲咩证嚟，或者会唔会有机会会输咧？啊，未知道。好，咁今日时间呢度先，我哋下集继续绝对环 D M， 拜拜。中意嘅记得俾个 like 啊，同埋未订嘅话揿个订阅，拜拜。